开呀。嗯，开。学不干了。Hello，Hello， 大家晚上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哎呦我的！大家晚上好。Jenny On， 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十五的月。师傅玛丽来了，今天帅哟、哦！今天还有玩的哟。月亮，月亮。哎，你唱歌给哥哥姐姐他们听。月亮圆，月亮圆，月亮照在我的家，没有城市，有的灯是，有看见。来，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亲爱的朋友，记得帮我大大力的分享啊！今天我们做什么？今天我们做芋头糕 ，OK？ 今天中秋节，中秋节月饼吃过了过后，今晚做芋头糕，明天吃 ，OK？ 可以吗？这样子？有人问今天有做中秋配套吗？没有哎，我们的系统关掉了，电脑刚刚关电，不是昨天关电，今天还没有修好，然后。他就直接宣布 total loss， OK， 然后我们定新的，哎，开心就对了。来，亲爱的朋友，记得把大大力的分享。今天给你们够够力的芋头糕，芋头糕要怎样做它才会 Q， 怎样做它才不会粘牙，怎样做它才好吃， OK。来，朋友们，这个绝对是比外面卖的还要够力好吃的。Grandy， 你做压力的 ，OK？ 可是希望你们学了这一道菜，不要拿去做生意。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如果拿这道菜去做生意，包公的弟弟又要出来了，包刀 ，OK？ 晚上好，晚上好，朋友们，晚上好。进来的记得要 like and share。Jasmine， 晚上好 ，Jenny Wong， 晚上好。春燕，中秋节快乐。美娜，晚上好。罗吉花，晚上好啊，罗吉花。今天这一道料理是没有蒜头的，无蒜头料理来的，你可以做。Jenny Wong， 晚上好。Doris Wong， 晚上好。Watermelon， 晚上好。林晨一，晚上好。Jacko， 晚上好。Sunny Liu， 中秋节快乐。Mary Wong， 晚上好。今天帅吗？这件衣服是不是很帅？这件新衣服来的嘞，特地穿给你们看的，开心吗？咪咪爹，谢谢你的分享。来，谢谢分享。Alice Lee， 晚上好。咪咪爹，中秋节快乐。易华，中秋节快乐。来，朋友们，你们今天中秋节家里有没有什么活动 ？Chef Ivan 这边没有活动，你们家里有没有活动？有的，打上来。来，有没有人好像台湾这样啊？很奇怪，台湾人是吃烤肉的哦，中秋节会吃烤肉，我不知道什么习俗啦，他们就是一个。他们的习俗就是，中秋节吃烤肉，然后马来西亚的就是什么，吃月饼，喝茶赏月吗？还是拜月亮？好像也是有人拜月亮的。来，中秋节师傅没有休息。啊？中秋节师傅没有休息。没有休息，因为我又不是牛郎，牛郎才需要休息，我不是牛郎。OK， 牛郎，如果是牛郎的话，今天他一定休息的，牛郎都不直播，为什么呢？因为他去会嫦娥了。那我不是牛郎啊，我今天得空，我就直播了。OK， 好，我们烟哎，没按到，按到了，按回去了。来，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什么呢 ？OK， 芋头一粒，这粒芋头是600g 的，600g 的芋头。然后你们买芋头选芋头的时候，要选怎样的？选这个，它的这个头。这个头要小 ，OK，
这个越小就代表它越收水 ，OK？ 越小就代表越收水，明白吗，朋友们？明白的写明白，明白的写明白。师傅不要太累，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不累不累。师傅是不累不累，是不累不累。不累不累。凌晨一讲穿新衣服，要不要走秀一下？讲走秀哦。凌晨一，来，我们先把这个芋头先去皮。超哈基，晚上好。晚哈基，晚上好。今日做乌龟啊，这个乌龟啊，好食得子啊。哦，无个咧平啊，这个乌龟好料啊。这么是阿妈教我的，阿妈来编 ，OK。你莫个难打。林和初讲，今天吃了师傅的卤鸭，非常非常好吃。好吃啊，谢谢谢谢。那卤汁记得不要丢掉啊，卤汁要留起来哦。卤汁你要卤蛋呐、啊，还是卤什么来？卤鱼啊，卤汁卤鱼也是一流的。Crystal 蛋，晚上好。来，朋友们。那卤鸭，你们我没有开播，我没有开播卖东西，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找助理下单的 ，OK？ 我的。产品都是常年有货的，因为我们一直做，一直出，一直做，一直出，就是做了就出，做了就出 ，OK。肯定你新鲜的啦，新鲜的 ，OK。好，来朋友们，然后这芋头呢？老七话讲，讲什么？跳掉了。跳掉了。帅哥阿妹，中秋节快乐 ！OK， 今天不是阿妹啊，今天只有帅哥没有妹啊。啊，老七话讲，为什么中秋节突然有牛郎出现？那个是七夕不是吗？七夕是牛郎咩？哦，玉兔会嫦娥是吗？啊，中秋对。牛郎织女。哦，牛郎是织女啊 ，sorry。这样都给你抓到啊，老七话。害我还一直跟人家讲，我又不是牛郎，祝我要休息。应该我讲，我不是玉兔。现在的关系有一点乱，我竟然把牛郎跟嫦娥弄在一起了，我是傻了是吗？Janet 用问你，你的手摸了芋头会痒吗？我的手啊，不会痒啊。我的手摸芋头不会痒 ，OK。这芋头你们买回来，你们要怎样让它更加的松软？这芋头啊，你们买回来，你们可以放在你们家。如果家里有五角鸡，然后又晒得到太阳的话，然后有那个羊灰，放整粒不要削它，放在羊灰上面啊，让它晒半天 ，OK， 这样它就会收干它的水分。然后再加上，如果你们是想要弄了手不会痒的话，红芋它是没有这样痒的。然后第二呢，你们可以放去火那边稍微烤一烤它，它也没有这样痒。那如果是 Grandy 不要痒的话，叫别人削，别人痒你不痒、OK， 要不然穿着手套也可以啦 ，OK， 穿着 plastic 手套，来帮我洗一下这里。师傅今晚教煮芋头糕哦，桂英。对对对，今天教煮芋头糕 ，OK。然后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哎，刚才有讲过吗？没有，还没有讲。Sorry， 朋友们，芋头600g 那整粒，那个是600-650左右的 ，OK。然后呢，沾米粉400g， 沾米粉400g， 然后这一个虾米50g， 虾米50g， 这样吧，应该。红辣椒2条，小洋葱。OK， 小洋葱大概是7-8粒左右啦。OK， 看大小粒。OK， 好，我们现在每一个东西一样一样把它先削干净。我们先把它削干净，这个剥了。啊，还有就是啊，这个三层肉呢，我就给了它200g，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呢是 Grandini 好吃的，可是不要拿去卖啊，拿去卖的话，包工的弟弟就出来了。OK。不认识包公的弟弟，最好是不要认识啦。OK， 做生意的朋友
阿公的弟弟最好是不要认识 ，OK。然后这芋头呢，我们切上自己要的大小。玛丽说戴手套，所以戴手套就不痒了。可是戴手套也要注意啊，因为这芋头啊，它有那个芋头胶。你看芋头松不松，看这边就知道了。啊，在切的时候就知道这芋头松不松，你们朋友们，你们看有没有松？这芋头肯定你松了。凌晨一讲厨师服有分等级的嘛，黑色的比较高，应该是有咯，不然我都没有穿黑色。没有啦，没有分等级的啦。娜娜晚上好，今天师傅那么早直播。哎呀，守时一直以来是我的我的习惯来的。娜娜 OK Mena 菜问不要放三层肉可以吗？可以，不放三层肉也可以，你们喜欢的 ，OK。那我喜欢吃三层肉，我喜欢有一点那种肉的感觉。虾米要泡软吗？虾米洗一洗它，不需要这样泡软的 ，OK。虾米不需要这样泡软，来。学了做 来卖会不会倒？OK， 我都跟你讲，这一道菜是格兰蒂做家里你好吃，如果拿去卖的话也做家里你会遇见包公的弟弟包刀。OK， 包豆啊，你看那个料，600g 的那个芋头，400g 的粉，朋友们，我想要问你们，谁的生意是这样子做的？很少啦。师傅是中秋节比较兴奋，准时直播是吧？啊，没有啊。因为我等下要去见嫦娥了，我要做牛郎了。有放虾米一定很好吃，放三层放五层肉第一次看到，期待。哇，这个更好吃啦，放这个三层肉了，什么五层肉？哪里来的五层肉？谁讲的？真的用。真的啦，你是学到凌晨一了是吗？啊，真的。英凤讲放烧肉更好吃。哈，放烧肉 ？Are you sure？OK 啦，烧肉啊，烧肉不要了，我就不放烧肉啦。林英平问虾米有分哪里的好吃 ？OK， 虾米，我不懂哎，我们都是买本地虾米啊，都是我们这边住家自己晒的虾米。OK， 一斤好像都要60-70块啊，我们这边本地的啦，如果没有错的话啦。卖到你们手上应该不止好了，因为我们是第一手价钱嘛。来，不冲一片卖3块钱。不冲一片卖3块，便宜咯。如果那料是像我这样的话，他也是会很快遇见了包公的弟弟了，包刀。600g一头切出来好像很多，真的讲。对呀、啊，很多啊。600g切出来是超级无敌的多的，朋友们。啊，出来不是芋头饭哦，是芋头糕。现在我们做芋头糕 ，OK。我们现在做热的是芋头糕。放腊肠也不错吃。啊，放腊肠啊，这我就没有试过哎。我们做过的都是这种传统的味道。凌晨一问芋头糕可以放五香粉吗？芋头糕不放五香粉的话，哪里能好吃哦？凌晨一，可是我有没有五香粉？五香粉还有没有嘞？食谱等下娜娜会写出来。来，食谱会写出来啊，娜娜已经有在抄个食谱好了 ，OK。刚进来的朋友，你们只要看一下，因为食谱不重要，因为这食谱不是100%的准确的。你们要知道那个技巧，只需要记得技巧就好，朋友们。有时候我在跟你们分享这些煮东西的时候啊，就是。做料理的时候，你们只需要记得一些技巧，就不需要去死背那个食谱 ，OK？ 除非是那种做 cake 啊、做包啊，啊食谱你们就要自己去背，因为做 cake 啊，你看为什么我到现在我都不做 cake 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的记性不好，我没有办法一直这样去记着那个 cake 的分量 ，OK？做 cake 真的是有一点挑战的。娜娜讲见嫦娥是五干，不是牛郎。
哦，无感。哦，OK。来，晚上好，朋友们，进来的朋友记得要大力的分享啊 ，like and share 这个芋头干丸 ，guarantee 你吃了下去，跟我讲 very strong very good 的 guarantee 的了，这个很好吃，朋友们，到目前还没有人讲过不好吃 ，OK， 到目前啊。晚上好，记得分享出去啊。来，我们先把这个全部把它切，先切小它啦。那家里有 chopper 的话，也可以用 chopper，OK？、Okay? 有 chopper 也可以用 chopper。反正都是包倒了，不如考虑放鲍鱼哦。师傅凌晨一讲。啊？它的味道都不好，凌晨一、有时候不是讲放鲍鱼，你不如放鱼翅跟燕窝。放燕窝更加快哦，鲍鱼都不够快。有时我们要味道，我们讲求讲到最后还是那味道干不干 ，OK 合不合适。有时候不是说啊鲍鱼放鲍鱼就一定好吃啊，放那个什么干梦鱼就不好吃，你拿拉萨去放鲍鱼看。拿鲍鱼去煮拉萨，味道还不如煮用干梦鱼的，这是我跟弟跟你讲的 ，OK， 味道嘛，我们讲要味道合适，然后你拿干梦鱼去红烧看。我奶奶喜欢放烧肉的。哦，哎呀，奶奶你又不教我。罗奇花讲那天的菜干发生什么事了？什么？哦，对哦，还有菜干。谁了？我的菜干还在那个烤炉里面呢、啊。OK， 我拜五弄，把它拿出来。我明天拿出来拜五直播教。我也忘记了，因为那菜干是放在我的酒店那一边的，我的那家鸡在酒店嘛，然后我就放在那边烤，就烤下烤到忘记掉。凌晨一讲看师傅的刀工也是一种享受。啊，这样就是看。看我切东西你就很爽了，这样我下次就直播一直切东西哦。那我下次我做宴会的时候啊，要切那种很多东西的时候、啊、我就开一个直播，那我就在那边一直全程直播一直切东西就对了啦，是不是？这个刀工的芋头糕师傅做来卖吗？现在讲，现在问做什么？这个刀工的芋头糕师傅有做来卖吗？没有哦，因为我不想要见到包工的弟弟哦。等一下你们，等一下我做了你们，看一下要卖多少钱哦 ，OK， 我的料分量精良你们都知道了吗 ？OK， 600g 的芋头，这粒芋头刚才买了8块钱呢、啊，然后辣椒买了1块钱，这个蒜头买了2块半，虾米50g 的话，就是大概是6块钱到7块钱左右。然后这个三层肉200g 的三层肉大概是7-8块啦。这个一包啊，400g 的这个炸米粉，400g 炸米粉是多少钱？大概是3块多是吗？有放香菇吗？香菇没有，再放香菇的话就倒了，真的倒。OK， 来，我们先把这个三层肉去皮。要放蒜头吗？没有，我的是没有放蒜头的。我觉得蒜头的味道就不是很对啦，我就不放蒜头了，我放葱头。娜娜讲师傅，你还没给我照片，食谱被你的粉丝问了。什么的照片？娜娜，你要什么的照片？那个阿妹昨天没有 send 到吗？我看她在 edit 了吗？是不是昨天的？是不是昨天的？面粉。没有用面粉啊，没有面粉啊，朋友们，炸米粉，那个 chopper 给来，抓起来，铁。然后这个肉呢，我们会把它打成肉碎。来，第一瓶吗？啊。凌晨一问师傅，你会把芋头糕隔天拿来煎吗？啊？会啊。俊杰，你那会受伤哦。这个隔天拿来煎啊，我跟你讲，它就倒光了。
是 very 的独工来，不是独工猫，是 very 的独工来。拌香菇更香更好吃。香菇吗？啊，一的刀子来对，一的小头来对，来这一个呢，我们会先把它打成蓉。哦，娜娜要那个虾卷的照片。哦，虾卷呐、啊。OK OK， 我叫阿妹问他看。来，亲爱的朋友，不要吝啬你们的手指，就是帮我大大力分享出去哦。啊，连助理都懂了。助理要一直叫我们分享，他们才会分享的。不然呢、啊，新来的朋友不知道要分享，分享是我们的美德来的。好。师傅，我算了大概30块。30块，等一下我们做出来看多少啊？还有之前的虎皮辣椒蛋炒饭的照片啊，那张。哎，全部给阿妹啊！我等下问阿妹看。这个猪肉胶呢，我们就不会打到它太过碎啊，买了 ，OK， 我就不会打到它太过碎了，就是大家吃起来才多少？哎呦，这个也有一点太不碎了吧？因为肉有点少啊，它在上面打不到。OK， 好，来朋友们，就是这么简单。好，来，谢谢大家的分享。来朋友们，材料全部都已经 standby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把镜头move来这边，我们就过来这边煮了。开锅。凌晨一讲这个 chopper 没看过。这个。这个chopper阿妈留下来的，来倒入多一点的油 ，OK， 油要够啊，可是也不要多到 over 啦哈，就是大概我们要能够炸这个芋头的，先热一热它 ，OK， 我们先热一热它。我还加菜脯。哇，加菜脯的话不是更独工？更好料是不是？加菜脯的话真的很普通哎，想到它味道直接肚子饿了，肚子直接饿。OK， 朋友们，像这一道菜呢，它到最后功夫在哪里？技巧在哪里？汤面，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五香粉选好一点的，然后胡椒粉选香一点的，就是这样简单。只要料敢下，这道菜自然就好吃，很奇怪的 ，OK。用猪油更香。对对对，用猪油 ，OK。好，我们先把这个倒下去，热一热它，先下去炸它 ，OK。我们先炸它熟，然后记得芋头就不要切到太大啦，因为如果你切到太大的话，等下就有一点难切 ，OK。切出来就没有这样的美观 ，OK， 就大概是切四方形丁角就 OK 了。师傅做宴会的时候你会兴奋吗？凌晨一问。啊，兴奋啊！越多席我越兴奋哦，越开心哦。同一个时间煮到这样，给这样多人吃。用不粘锅和铁锅来炸有分别吗？没有分别的，啊有啊有，用不粘锅跟铁锅有分别，分别在哪里呢？分别就是它会不会粘哦。OK， 来，我看一下你们comment来。哎，这我没有comment的，哦，我退出了。来，朋友们，我们就是这样子，油水不要太多，因为等一下我要留回这些油。这些油还要用的 ，OK， 这些油我们还要用的 ，OK。13香可以吗？我很少用13香哎，到底13香的味道会去到怎样，我还不知道嘞，朋友们。讲真的，我真的没有
没有用过十三香嘞，等我去买来用看。呀，谢谢庄宝义，柏林十三香我没有用过哎，等我去买来 try 看，我还不知道十三香的味道是怎样的。十三香是比五香多了八香是吗？是不是？好像是这样啦，应该是这样啊。来，先让它炸，来镜头给靠近看一看。李红讲十三香可以，分量不要太多。哦，啊，你看你们在这边看直播极爽，高手都在这边了、哦，可以交流。风君讲十三香不好味。啊，有些人就不喜欢十三香的味道哦。OK， 来，哎呦，说飞出来。来，朋友们，我们把它炸到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先把它捞起来。OK， 我们先捞起来。你的锅是什么牌子？我这个锅啊，173的，去在173 Life Mall 那边买的。Happy Lu讲我用过十九香很难吃啊，十九香怎么还有十九香的？十三香都已经够香了，还要十九香，这么香到够力。 Tony 讲中国人才有用，对对对，十三香是中国那边出来的嘛，马来西亚都是五香比较多啦，五香啊会比较普遍啊。来，捞了起来，虾米倒进去。大火炸还是中火？大火，全程全部大火。你们家的大火应该也是跟我这样罢了吗？不可能，好像酒楼这样的嘛，对不对？苏胜庆问你煮什么？啊，苏胜庆啊。啊。苏胜庆，啊，五桃糕啊。今日煮紧芋头糕，这个炉可以去问新主意，到新主意啊 PM 好不好？听那个铃。啊，到新主意问一问 ，OK， 助理会回复。十三香来做卤肉，芋头分量比面粉太多，啊，没有放面粉哦，沙米粉来的 ，OK。来，我们先把这个虾米炒香啊。然后炒到差不多的时候，蒜头倒完下去，啊不，蒜头不啦，葱头也下去一起炒 ，OK， 葱头一起下去炒，也是一样炒到它香香啦。罗七花讲师傅可以考虑出一个三八香放在号码大就赢了。三八香。啊。等一下呢，能吃好讲话变三八呢。十三香 Catherine C 啊 ，Catherine C， 你有卖十三香的是吗？还是你有自己的配方做这十三香？可以啊，可以啊 ，Catherine C， 你能 PM 我吗？因为我的主页是 PM 不到人的。师傅的锅跟我的一样很好用，够宽。我来按脚。哦，我这个也不能呢，不能哦。可以考虑用十三香来腌叉烧啊。哦，十九香用在肉类才好。十九香到底是什么来的 ？Tony T， 十九香是什么来的？哇哦，越讲越大的那号码，那香味越来越丰富了。十三香加五香，十八香外来，还要加六香呢。Catherine 讲他没有卖，他是买多了。哦，可以啊，可以啊 ，Catherine， 你可以寄一些给我。我try看看，现场香喷喷，对咯，嗅到肚子都饿了。来，我们把那个洋葱碎炒香了过后，把辣椒倒进去 ，OK。啊，一起下去，这样子慢慢炒。来，亲爱的朋友，记得把大大力的分享啊、哦。沾米粉掺少许灯粉会好吃。
蛋面粉吗？哎，如果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吃更加 Q 弹的话，可以放蛋面粉哦。啊，你加一般匙下去啦，加一般匙下去是 OK 的，就不要加太多。OK， 加为什么要加辣椒呢？辣椒一来是让它颜色更加漂亮，第二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买到的虾米啊，它会有味道嘛。那我们的这个作用就是把这个虾米的香味先去除，来，先捞一部分起来啊，先捞一部分起来，留一点，然后我们继续炒，把猪肉一样倒下去炒，把肉碎一起下去炒，啊，哇，味道直接，芋头糕的味道直接上来了 ，OK。我们直接下去炒。十九香也是五香粉。啊？十九香也是五香粉。哦，十九香也是五香粉来的。OK OK。进来的朋友大力分享出去哦。来这，我看到耶。来，这个动作就是把那个肉的油把它炒完出来 ，OK， 把肉油炒完出来。多了小茴香，大茴香还很旺。哦，哈，有茴香的味道了。什么来的？什么是茴香？那茴香是一种香料啊。看你的火炉，数码控制温度的，我有看中你的。哎，我的火炉不是数码控制温度啊，它是数码控制时间罢了。OK。来，炒到那个肉出油了，芋头倒回进去 ，OK， 芋头倒回进去，然后翻炒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调味。虾米要搅碎吗？哎，我没有搅碎，因为我用的是小虾米。那如果你们用的、你们买的虾米是比较大的话，那你们要哦，要把它剁一剁。来，五香粉，一茶匙半，满满来，五香粉。一茶匙半，胡椒粉多多，OK， 就是这样子。加辣椒会辣吗？不会，辣椒是去籽好的吗？辣椒去籽就不会辣了的 ，OK。来。谢谢大家的分享哦。好了，朋友们，哎，我的盐巴。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在肉这边加入半茶匙的盐巴，半茶匙的味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要让它这些都有味道。OK。有听过二十六香吗？哇，变哎，会不会有三十六香？怎么这样多香呢 ？OK， 来朋友们，这样这个好了过后，我们炒到它好了，我们就先把它倒出来备用。哇，凉！我好像这个盆有一点小，来要拿大的。来，锅内不要洗锅，朋友们，锅不要洗，倒入400的水。At least you 中秋节快乐。Alicia， 晚上好，晚上好，来。师傅可以分享你用的五香粉的牌子吗？可以啊。哎呀，等一下，我这个还有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这个。这个牌子哦。OK。2.5块了，这包。这样看都觉得好吃，听爹老讲。看到他的那料就知道好不好吃了嘛。可是做生意的话就不要那啥。来，朋友们，在水里面加入一茶匙的那个盐巴 ，OK。加入一茶匙的盐巴，为什么？让水的沸点更加的高 ，OK。水的沸点更加的高，然后关火，把这个面全部倒完进去，做这烫面的动作。李红讲等下又要卖五香粉了。没有啊，没有卖哦。
不要什么都叫我卖哈、哦。杂货店。我的助理问说，老板你是到底是在做什么？这么越卖越多，哎呀，越卖越多东西。来，先把是，我们先把它烫熟它 ，OK。这个方式我就觉得是最简单最省量的啦 ，OK。你们用不粘锅的好处就是在这边，你看，如果你用别种锅呢，它就会粘哦 ，OK。不粘锅的好处就在这边。At least 又讲师傅还有烧鸭嘛，我还要好吃到没有朋友。好，有啊有啊，烧鸭还有的，我们烧鸭都一直在烧着的，都一直有货的，长期有货的。OK， 刚才我们倒400的水嘛，然后炒出来它就是先把它炒成这种糊状。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子呢？因为当你有这样子呢，等下做出来的它会更加的 Q 弹。可是记得技巧就在于那个刚才的那个什么盐巴 ，OK， 因为水的沸点是100度，如果你加了盐巴，它的沸点就会去到超过100度，这样烫出来的它就更加的 Q 弹 ，OK。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加入冷水。李成一，师傅你家家都是厨神来的，应该要讲，我好像听过有26香哦。没有啊、哦，我没有听过，我就讲没有听过。等下那个，等下你们坐高我一窝嘞，没有26香，你们讲26香，我讲哦，26香，对对对，那个味道不行。哦，26香哦，那个26香可以拿来做龙虾，可以做螃蟹啊。结果你们讲真的有26香没？这样我不是漏到满裤林成义。把辣椒要收冰箱吗？要，把辣椒收冰箱。OK， 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一直这样子去，就是搅拌它啦。Cindy Teo 问 ，May I know you are from where? I from Pera, Hiri Pera. OK, Putam Lintang. Susan Ching 问你 ，How much rice flour?多少面粉？苏生清。哦，多少的那个？400 gram。啊，金麦粉400 gram，然之后400 ml 个水，400 ml 个水，攞去煮滚，挤一茶匙嘅盐，咁样我煮滚咗，将嗰个粉倒入去，然之后就好似我正话咁样啦，炒软，然之后就挤生水，生水系 standby 600 gram 嘅，然后。哎呦，哇烧啊！请问可以寄到新加坡吗？要寄什么呢？要寄什么？来，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些芋头，你看芋头多个粉啊，我老哎，有一点沙拉让我，借够我啊，给姐姐好吧，借香水啊，嗯，来，我们先把这些全部挂完进去。师傅，你的助理好多位，生意做大。啊，助理好多位吗？康修旺讲。哎呀，谢谢，因为有你们生意才能够做大呀。你们的支持，我的生意才可以大。没有你们支持，我生意再大也不吓人呐、啊，对不对，朋友们？真太讲，我的货收到了，在此报平安。谢谢你，简太。好吃的话记得要告诉你朋友，不好吃的话一定要告诉我。OK， 朋友们，这个时候呢，就基本上是我们说5566了啦。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动作呢 ？OK， 我们要试味道。我们先这样先炒。刚才全程没有开火了啊，刚才过后就是没有开火的。OK。再去倒。烧鸭不能寄新加坡、哦。不够咸。来，朋友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自己调一些味道下去。OK， 味道就是盐巴啦，然后味素啦，胡椒粉啦。OK， 跟胡椒粉。因为如果味道不够的话，它的味道真的是
熟一点点的。OK。啊。第一次看这样做，我做的是面糊的。面糊，像蒸鸟不是上下不是分两层哦？谁讲的？苏兰亨。苏兰亨啊，这样你在蒸的时候，那个面糊不是上面一层，下面一层，会不会哦？会不会做底呢？我之前有做过，就是用面糊的啦。然后有时候如果我们的蒸炉不够力啊，又或者做太多的时候啊，它下面会比较硬，上面就会比较软一点，因为它蒸的时候那个粉会沉淀嘛，那沉淀的时候它就出现这个情况。还是你在蒸的时候有一直去搅拌它。罗奇花讲，告诉朋友永远不会成功的哦，他们都会说拿一包来试一下就会破产了。第二个朋友直接跟他断绝关系。有好康介绍你，你还要叫我买给你。下次我哪里敢买啊？嗯，哇，一流啊，朋友们！只是这样啊，像我这样试都一流啊，味道。来，镜头回来，我们已经好了。烧鸭多少钱可以寄到新山？啊，烧鸭多少钱？五十块。五十块，烧鸭五十。OK， 可以去 PM 请注意哦，朋友们，可以 PM 请注意。来，刚才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刷上一点的油。这油是我刚才沥那个什么的啦。来，先刷上一层油。Alice 又讲，我前天去湖丹姆林丹差点去找 Chef。怎么没有来找我 ，Alice？ 哎呀，怎么没有来找我？哎呀，怎样 PM？ 啊，那个 link 拼了吗？我现在拼。来，朋友们，这个模倒进这模具之前，这模具请你们放一点油啊！哎，刚刚那个崩那个烤的嘞，都给它碎了。来，我们先把它倒出来 ，OK。可以倒一下链接询问哦。啊，可以倒这个链接那边询问。来，朋友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压平。哇，朋友们，这个真的是香到没有朋友啊！很香啊，太香了吧！你们可以看看我这个方式啊，出来的效果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真的好吃的，又不用掺其他的粉，出来的口感也是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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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的。OK， 你的盆是几寸的？哎，我的盆啊，谁咯？娜，我的盆是几寸啊？有多宽多高呢？大资料啦，赶紧给那个拉扯那个黄牛几寸啊？啊，这个好久我这边啊，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个有多少寸呢，朋友们，真的是 I am sorry 啊，这我之前有量过，然后我就忘记了。方明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朋友们。来，因为这种方式呢，是你在做的时候功比较多，那只要倒进模具过后，你的功就很深当了的。为什么我讲你倒进模具过后功就很深当？因为你不需要去搅拌它了。OK， 有一些他们是开生粉浆，然后他就要在那个蒸炉那边，它蒸到一半就开盖，就搅拌一下，这样全天就是一直在做这个芋头糕咯。那好像我们这个是辛苦一次过，然后翻了放进蒸炉过，我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啊。娜讲九寸，凌晨一讲九寸半。OK， 这样是九寸半啦。OK，
大概是那边鼓浪江啦，多高啊？一只一个食指高喽，你看看我的食指，大概一个食指高，一个食指高哦。好，像我们这边呢，我们弄好了过后，我们就放下去蒸，蒸多久？蒸半个小时啊，这个，来我看一下多高啊。师傅，这个一定要给我照片，不要明天吃完娜娜讲。OK， 来。大火啊，没有没有，开大火蒸。可以到以下链接订购哦，鸭是冷冻的。我告诉你们，我有几样东西是非常好吃的冷冻食品啊，卤鸭、烧鸭、富贵鸡、鸡扒，这几样都是我的爆品来的。还有咖喱鸡翅膀啊，还有咖喱鸡翅膀也是爆品来的。OK， 有一些粉丝买咖喱鸡翅膀。咖喱炸鸡翅膀不是咖喱鸡翅膀，咖喱炸鸡翅膀，他们是一次十包十包订的，十包十包拿的，哼，太好吃了，一包绝对不够。好，这个蒸了十五分钟 ，OK， 蒸多久就是看你的那个多高，好像我的这个本身呢，它就没有很高，就大概是这边是三寸左右，三寸左右的话，我就蒸二十五分钟了 ，OK。明白吗，朋友们？明白的写明白，因为它已经半生熟了，只需要蒸它熟透就 OK 了。有人问冷冻可以寄新加坡吗？冷冻不能哦，冷冻不能寄新加坡。什么来的？牌子应该看你平时用的牌子什么 ？OK。粘米粉。粘米粉，你们要用什么牌子都可以 ，OK。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说刚才的水第一轮400 gram 是一定了的，第一轮的水400粉400水，水拿去煮滚加一茶匙的盐是一定了的 OK。 那第二轮我没有跟你们讲加多少的水，因为我准备600 gram 的水，600 ml 的水，我准备600 ml 的水，我就不断的加 OK。 所以你们有时候在做尤其是粘米粉还有糯米粉的食谱的时候，你们一定要预热，要先失败一次的，一定要先给自己心里一个预算是失败一次先 OK。 为什么？因为这个粉有时比较细水，这个粉没有这样细水。如果好像李红啊娜娜他们这些做贵的高手啦，他们都是认定一个牌子的，他这个食谱是用三相牌，他就是三相牌，他用荷花牌就是用荷花牌，他用 Ivan 牌就是用 Ivan 牌，虽然 Ivan 牌是还没有推出的 OK。 OK， 明白了朋友们。How I can order the curry chicken wing? Okay, go to this link. Okay, go to this link, and then you can PM customer service. Okay, inbox, or you can WhatsApp. Okay, 你明明都会听我华语吗？这我用英文呢。蓝牙馆长送了几只卤鸭给朋友吃，每个都吃到非常满意。蓝牙馆，谢谢啊！蓝牙馆也是。那边罐好像一口气帮我拿了很多次，五六只有吗？没有，不是五六只是那个罗吉的话，它是富贵鸡。那边罐帮我三只还是？哎没有啊，好像有五六只啊，分两次是那边罐，两个包，好像是，哎，所以你们说好不好吃？这些订单啊都是很紧的 ，OK。一个叫我专心啊，逻辑话就叫我专心做鸡，然后蓝牙关呢，应该是要叫我专心做鸭，我专心做鸭，你专心吃鸭了 ，OK？ 冷冻海鲜可以去新加坡，为什么你的冷冻产品 ？OK， 海鲜可以，因为如果是家禽类的话，他们就不能。我现在还在丢着那些。运输公司，因为我找好几家都不能，所以我在找着更加多的轨道，希望能够运进新加坡。OK。芋头多也会吃水。OK， 新地丢。OK， 看戏有哇塞了。OK， 有下面有零。
下面有啊，下面有 WhatsApp 啊，0169392419，0169392419都可以 WhatsApp，OK、okay?。然后还有就是，你看啊，为什么那个水会加减？因为有时候芋头，尤其是芋头啊，芋头也好，金瓜也好，它们的水分是不一定的。有时好吃起来的时候，它是很吸水的；有时它是完全不吸水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朋友们。OK。When you cook the curry chicken？ 啊 ？What are you cook a fatty coffee team？ 哎呀 ，fatty coffee team long time no see 啊！你最近生意好不好 ，fatty？有 Ivan 排粉咩？我要 PM 没有娜娜讲，因为不是哈拉的关系嘛，不是安娜。我也不知道哎，因为家禽类比较难进哦。好像你看啊 ，OK， 我的即食包装东坡肉啊、猪肚鸡汤这些都可以的哦。可是很奇怪，冷冻它就不让我进，我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六九三九二四一九。Sorry， can it be OK？016939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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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much that are Teddy Lee? 你要什么鸭？卤鸭，卤鸭是多少钱啊？卤鸭68是吗？卤鸭68，然后那个烧鸭，我说你们偏新竹一个客服，因为这个价钱我也不是很清楚的，我每次是负责煮罢了，然后卖呢是开播的时候助理才给我知道那价钱，因为价钱我们 cost 算好了，定好了过后我就没有去记，因为要真的太多东西要记了。金瓜会吸水吗？金瓜会啊啊不，金瓜不会，金瓜不会，我有没有做过金瓜糕啊奶奶？金瓜那个包不是金瓜糕，你们能不吃的呀？我能吃的啊，对啊，贵来哦啊，那有啊，你叫个人擦啊，对啊，金瓜糕我也有教过了的，你们可以到我们的爱问厨房交流群那边去询问 OK， 去找那个食谱都在交流群 OK， Chef Ivan 这边都尽量把食谱放在交流群那边，让你们更加容易的去找到。卤鸭配上艾文教的特制辣椒酱，差点连骨头也要吃下去，让鸭颁奖。OK， 特制辣椒酱呢是那个蒜泥醋，蒜泥醋很简单，就是你们买了卤鸭，因为我没有给你们蒜泥醋，因为蒜泥醋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去运给你们，蒜泥醋就是辣椒酱。那种厨师帽的也好，干崩锅也好，然后加白醋、加糖跟蒜米打碎一点，然后泡着，然后搅一搅它，加一点水，就很好吃了的。我跟客服拿地址寄十三箱吗？啊，可以可以 ，Catherine， 或者你直接跟我拿好不好 ？Catherine， 你这 inbox 啊 ，Chef Ivan Tan。来，有问题吗？没有来，我们现在 Q&A 来，镜头过来这边，我们 Q&A 来这边了，不要一直看着那个针了。我们现在来聊天一下。娜娜讲金瓜会越来越多水分。啊，对对对，金瓜越熟就越多水分。哎，镜头没有中间一点。来，我们来 Q&A 一下，因为我们这边要等嘛。腌 K， 哎呀，这个叫腌 K。来 ，New Year, I want to buy you this to sell can cheap. 哈 ？Fatty Kopitiam. Fatty Kopitiam， 你是要买来批发是吗？你要拿去你的店卖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 inbox for Fatty。一配凤姜师傅老人鸡配陈酱很好吃。陈酱是吃过的人都很喜欢的，那个菊香陈酱吃过的人都很喜欢，有一个粉丝，那时候我不是做 offer， 然后他就抢了一罐，然后前几天他又跟我喊多三罐，他讲太好吃了，很 fresh， 那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吃，非常非常的，
吃了还想再吃，会想起的那味道，会回想起，那味道又很特别。请问万能粉只是用来炸东西吗？哎，问以后我要拉面罐，不用以后，现在就可以了，现在就可以了。来，我们谈一下，给你一个漂亮漂亮的价格 ，JB 由你那边去做，你去炸 JB。JB transfer fee how much? OK, Cindy, 若冷冻运输的话，冷冻食品运输，JB 的运输40块，哎，三十五。如果是冷冻包装雪龙就25，然后如果是常温就是 J&D 那种，不管你买多少，10块钱而已 ，OK。Chef, can I know what the Teochew Tau Kwai sometime after steam crab? Chef, can I know why the Teochew Tau Kwai sometime after steam crab? 哦，为什么你是用我的食谱吗？如果用我的食谱，一蒸的时候火太大，二就是蒸太久，就这两个原因而已。如果你是用我的食谱，那如果你是用其他师傅的食谱，又或者是其他人的食谱，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驼龟讲的就是那皮嘛，那你的皮会裂的话就，如果是在我的食谱是蒸的时候火候太大，或者是蒸太久，就这两个原因而已。我在 JP 跟你买啊。一边讲在 JPK 啊，要不然马上有生意了。真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兴趣代理我的产品，然后你们家里就是你们的店啊又有位的话，你们可以 PM 我 ，OK， 你们都可以 PM 我，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放到每个周，然后你们放心，如果是冷冻食品的话，我们一周不放多的 ，OK， 我们看。比如 JB 我可能只放一个到两个 ，OK， JB 我只放一个到两个。那这一个两个我是怎样决定？我要看到区域的人口还有它的多阔 ，OK， 可能单单一个 JB 从东到西就已经要好几个小时，我就会放三四个好了。啊 ，KL 区啊，我们知道 KL 区我可以放3个到4个啊，比如这样子讲，那你们可以 PM 我 ，OK， 可以在这个。疫情的时候自己赚一些零用钱。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来，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明安，谢谢分享。东马收代理妹称，吓到我，我以为是我老婆然后看到人头照就不一样了。 OK， 妹称，东马有收代理，来 inbox 我，因为我们现在跟运输公司谈这了， OK， 已经要丢上了。OK， 我们的路已经走到这样了，就剩下这样。如果一接上东马的粉丝就有口福了。OK， 我们现在在东马那边已经有代理商了的。OK， 要看是沙巴还是沙拉瓦。如果是沙巴、沙拉瓦，我们的货可以去到那边，因为我们现在谈这的是我们要整个货柜一起过去，整个货柜过去。就是要有3吨的货，我们的货柜才能走，2天就会到。所以我们的这个代理一定要很给力，一定要有那个空间来准这3吨的货。又或者是，如果是一个代理啊，有3-4个代理就可以 split 掉 share 掉这一个3吨的货。OK。今天吃富贵鸡超好吃。蓝苗官，等下来不及生产，我也希望我有来不及生产的时候，我们的厂房已经70%-80% 了，现在剩下装 CCTV 啊，然后跟一些新的 studio 啊跟装冷气，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去大展身手了，就看蓝苗官给不给力啊，给不给力 ，OK。师傅，我们可以做你新主意的分行吗？可以啊，可以啊，你们都可以的。你们 inbox 我，敢问你们想要做什么分行 ？OK， 你们在哪里呀、啊？你们想要怎样做啊？你们让我知道，然后我们可以配合的。OK， 因为钱我一个人是赚不完的，
那比如说东马的朋友、新加坡的朋友，甚至是阿拉斯加、槟城、印尼的朋友都可以的，我们都可以谈，只要运输运得到去你那边，你那边又有地方帮我收这些货的话，甚至我在那个地方的粉丝，我都直接叫他去跟你买。比如讲拉面馆讲 JB 的代理，他想要哪 ？OK， 一杯 ，inbox 说师傅我要两只卤鸭，一只烧鸭，那我算了过后，运费要35块，我就会跟一杯讲，一杯不如你去找拉面馆。啊，拉面馆那边运费一定不用35块的 ，OK， 可能是10块钱罢了，因为 JB 先 JB 嘛，对不对？啊，用这种方式，我觉得会更加的好 ，OK。晚上好，晚上好，朋友们，晚上好。我一定下单明 N 中，可以可以。Binning postage how much？ Binning 如果是冷冻运输35块。常温运输就 JND 啊、韵达这些10块钱而已 ，OK。Where are you located？ 你来自哪里？贝拉。贝拉。我是夏霹雳八大渔村的小孩，我来自半岗，家里，我是第三代，我的外公是做餐饮业，我爸爸也是餐饮业，来到我这一代，我依然是餐饮业，所以我是厨三代。不是陈三代，是厨三代 ，OK。好，来朋友们，还有问题吗？一定下单啊！来，那如果不管你们是在哪里啦，甚至在泰国的话，我们也可以运过去的、哦、，OK。沙巴迪、科库卡啊，这些我们都可以运过去，因为我们厂房已经陆陆续续一做好。做好过后，我们的产量会更加的大，更加的大。亚冠讲，我自己还会帮你做业配。可以啊，亚冠、嗯，相信你，相信你 ，OK。我跟你讲，亚冠是超级 support 的，够力 support 的一个，我知道很多啊，很多。那卤鸭啊，卤鸭是亚。不是亚冠，卤鸭是有一个粉丝，我刚好那天我有卤鸭，我在卤着，卤了起来就有粉丝问，不是我刚好有卤鸭，我那天做烧鸭，我那天不是直播教烧鸭，然后晚上我就卖烧鸭，然后晚上我就接到粉丝的 PM 说他很久没有吃卤鸭，然后问我可以卤给他，然后刚好我就想说，哎，这样可以了，我就卤了。因为我们一锅我们就最少要卤3只，那我就跟他拿1只，然后就剩2只，原本想说自己吃，然后亚冠就有买其他产品，我就问亚冠你要不要试看我的卤鸭，然后他就 on 啦， on 就 on 啦，然后一拿他一次他就爱上了，然后喂亚冠就一直跟我讲，你的卤鸭真的太好吃了，你不卖真的很浪费的，然后我就马上就 process 生产卤鸭。In typing, I can do for you. Fatty Kopitiam 讲。嗯。呀，林三弟，我希望我的货可以去到很多很多的那种线下，就你们可以在线下都可以买到，因为现在疫情啊，没有办法去到线下这些店去找他们协商这个东西。Tony D。啊，咖啡厅，哎，咖啡厅可以哦，咖啡厅的朋友，我们可以 cross over 哦。对，那卤鸭就是我教你买啊，我又跟你讲要不要试看，一教你就爱上了，我下手了，买了他已经买了10只。疫情现在。到现在我已经买了很多冷冻食品，全部好评标回来，不好吃那一天。什么？疫情到现在我已经买了很多冷冻食品，全部好评标回来不好吃。你是标了我的东西不好吃吗？哦，你看现在那天跟师傅买的就非常好吃。哦，是你外面买的不好吃，吓到我。我直接我想问说什么东西不好吃，
你可以私聊我啊，我退款给你。吓死我了！我的人头在那边，叫大哥还不好吃，我不敢吃哎。谢谢谢谢。冷冻食品不能用这样，一定会臭掉。去到你那边会变成臭食品。师傅，如果做你代理，要准备什么样的冰箱收你的冷冻食品 ？OK， 如果你是要，只是要在家里，在家能吗？在家可以的，要有 freezer，OK，在家有 freezer， 因为如果你要做代理，多少你一定要囤这一些货，啊，囤这一些货，然后我整批货去到你那边，因为这样的运输你就省了，然后你在那边再去销售，因为现在很多嘛。那种什么微信群啊、代购群啊，都很多。那你准备一个六尺的 freezer， 你就可以囤我的货了。OK， 六尺 freezer 囤到满了，我的货应该可以囤很多了的。OK， 对他讲，外面的不好吃，师傅的非常棒。谢谢，吓死我了！你看我直接流汗，我要看了我又不敢读出来啊。我们有收他选购付款哦。有，他选购有收啊。行弟弟，他选购有收 ，OK。好像我也是在住家。罗奇花要啊，我要去做那天你跟我讲那个 ice cream 冰箱啊 ，OK。那你们想要做代理的话啊，我们安排一下，做一个漂亮漂亮的给你们 ，OK。来，我们的这个也差不多。哦，好的，师傅非常棒。来，还有问题吗，朋友们？没有问题，我们的那芋头糕就要好了咯。我先慢一慢。大家好，恩昌，大家好。我要买的是租冰箱。啊，冰箱有得租的没？我不懂。如果是想要长期的话就买哦，如果是暂时性，又或者是可以租啦，可以租。你租了，如果你做这生意还不错的话，赚到钱了你就买，因为毕竟买这种冰箱一个不会贵的 ，OK， 这种冰箱不会贵的，这种冰箱啊一个大概就是两千块里面就买得到了的。那如果你用我的名字去买的话还有更便宜，用我名字买有便宜哦，真的，我没有骗你。Me and Chong讲搞到我想要做代理。我今天是开来招商的吗？如何订购鸭子？可以到以下链接订购哦。那个芋头糕真的是好吃到香到香到没有朋友。去哪里买有的介绍吗？啊？去哪里找有介绍吗？好料啊。烤料有啊，你是讲冰箱是吗？啊，冰箱。冰箱烤料有 ，OK。烤料有，我把那个 link send 出来。再报上师傅名字。OK， 等一下，我 send 给你们。Copy， 来，我帮我编一下。啊来，你们可以去到这个网页，你们可以去到这个网页，然后去买，然后你们可以去看，只要放上我的 promo code， 东西都一定便宜过你们外面买的。Grandy Drop Yelling， 因为这个他是给我的粉丝来的，好像因为我们跟他们有一些合作啊，我的产品都是他们 sponsor 的，比如讲 mixer。Chopper blender 空气炸锅，还有 pressure cooker 啊，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跟他们配合的，然后他们的产品quality也很好，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也不怕介绍 ，OK。罗奇话讲，你的冰箱的名字是鸡同鸭讲。OK 了，就叫鸡同鸭讲了。然后我就这样子，我的人头，然后这边一只鸡，这边一只鸭，然后中间我的人头，会不会把人家吓跑掉？这样你介绍一下，报你的名字，杨念旺。OK， 我的你们去到这个 link
好娘 e-store 这边你们去找 freezer， 然后你就打上 Chef Ivan Best 99， Chef Ivan Best 99， 我给你们看他的那 freezer， 他的 freezer 啊， freezer 是这样的，等我一下，诶，怎么不见掉，哎呀 freezer 它不见掉，有了师傅食物真的可以偷懒了，家人全部满意，想到新年可以偷懒真的好开心，我找了好久真的开心，朋友们那 freezer 的 我找不到，然后不要浪费大家时间，接下来还会有更加爆的产品，还会有更加爆的产品， OK 大家期待，然后offer 是没有每天有的，可是我会给你们爽爽的， OK， 每一次开播卖东西我一定给你们爽爽爽的很够力， OK， 期待我们下一轮直播，我的系统只要一修复好我就马上开播，我再给你们一个更加爽的东西，要不要朋友们，要的写要，给你们够够力，这个东西真的会够够力啊，我跟你讲这东西真的会够够力，什么电器都可以吗？是不是报你的名字就有便宜、啊、只要在这个 link 下面，这个 link 下面你按进去，然后它是一个 e-store 来的，然后你买什么都会有， OK， 买什么都会有， OK， 要大家都要，要啊，我一定给你们够够力， OK、等一下我看一下、它的那个师傅十月十号做促销，娜娜讲十月十号一定会有，十月十号一定会有，可是我在这两天多两天我也会做多一个促销， OK， 十月十号会有，多两天也会有，可是要你们大大力的分享的，这个促销很紧的， OK， 紧到你们吓到，老板跟你讲我担心你的 supplier 压得来不及长大要不然你是对我太有信心还是对你自己有信心这个有点 OK， 来朋友们我们的这个已经蒸好了，还记得吗，我们刚才有炸剩了一些这个，然后我们把它撒上去，因为现在不能脱模啊，朋友们不能脱模，然后我们只是这样撒上去，然后难道这个要冷了才能切不是啊，不然我这样给你照片了，我给你这样的照片了，这样的照片好像有一点沙拉的，真的真的很烧耶，真的有点烧耶，来那朋友们看一下，明天才拍照，对，明天才拍照，Are you going to sell your product? Me selection. 代理要给你定金先还是怎么样？要，来 inbox 来，朋友们，那在这边，在这边。哎呀，这个 Panasonic 的 ，OK。你们买这个1949，然后报上我的 good， 还有在 offer， 报上我的 good 还有 offer，OK、okay?。报上我的 code 还有 offer 的 ，OK， 还有的 code， 啊，我看一下，应该那个，Jenny Ong 是不是在我生日时来个点点的 ？Jenny Ong， 你生日是几时？十月十号吗？你十月十号啊？啊 ，Jenny Ong， 十月十号是吗？新加坡有的看，没有的买。新加坡啊？新加坡我希望很快很快 OK 好，来朋友们还有问题吗？那那叫你先去洗手间 OK， 请问你的冷冻食品可以 寄到杰比的巴杜巴哈吗？可以、全东马全西马都可以
啊，巴杜巴哈啦，巴杜巴哈好像有一点。你 send 那个啊 inbox 你的地址给我们啊 postcode， 有一些 postcode 是不能的。OK， 如果巴杜巴哈，巴杜巴哈应该可以的，因为巴杜巴哈不算是很里面嘛，是可以的。有一些 postcode 是不能的。OK， 不能我们会跟你们讲不能的。OK， Jenny On 讲9月28号生日。928。可以可以。一并。蒋师傅10月有很多粉丝生日 ，OK， 9月28哈 ，OK， Jenny On， 9月28，9月28不能了，9月28等下，到10月10号太靠近了，现在20号而已嘛，噻，20号我应该是这几天，然后希望在你生日那天可以送到你的家哦，可以吗？啊，不然来不及哦，我安排在23号、24号，然后我就开播做开麦。卖了过后，希望在28号你可以收到，为什么呢？然后我再给你神秘礼物，啊，还你原生日。可是 ，Jenny On 不是，可以吗 ？BP 有啊，巴杜巴哈有，他买了很多次。啊、哦、，OK， Vivian Day， 谢谢谢谢。83000啊，83000有啊、哦，83000，因为 Vivian 买了很多次。很累。10月8号，10月8号，很多粉丝都是十月生日。烧鸭怎样做拿来烤？啊？烧鸭怎样做拿来烤吗？啊，烧鸭你可以整个拿去泡油，整个拿去泡油，然后拿起来砍，泡油15分钟，然后150度拉下去泡它，然后沥干了就砍来吃，很好吃。OK， 然后如果是不要泡油的话，放进烤箱。180度烤18分钟，然后230度烤5分钟，3到5分钟啦。230度是烤它的皮脆而已，180度是烤它的热。OK， 都可以收到，应该没问题。对对对，哇，10月24，哇塞，很多十月的 ，OK 啦。10月10号给你们一个勾勾力的，10月10号给你们一个勾勾力，然后10月20号再给你们一个勾勾力的，然后只要是十月宝宝有下单的，我都给你们勾勾力的礼物，我都给你们一份小礼物 ，OK？ 可是你们一定要跟助理讲啊，然后不要骗我助理啊，我助理，什么，人小心善啊，不能荼毒他的小心灵。真的是生日的，你们讲，然后跟助理讲，我安排小礼物送给你们，好不好，朋友们？万能排骨怎样煮？万能排骨很简单煮，只要倒出来，解冻了倒出来抓一抓呢，油温烧至180度，把那个排骨放下去炸，然后锅盖盖上5分钟 ，OK， 5到8分钟，起来煎装每2分钟，看它开起来搅一轮，然后盖回去 ，OK， 然后。时间到，拿起来了。有你要酸甜酱就放酸甜酱，黑皮酱就黑皮酱，要麻面酱就麻面酱，要咸蛋就咸蛋，然后你们就是这样刨一刨呢，搞定。哦，娜娜十月生日，娜娜十月生日 ，OK 啦。娜娜，我直接就送你一份生日礼物啦，神秘的生日礼物 ，OK。十人份量的芋头糕好大。什么？十人份的芋头糕好大。这个吗？刘英平讲。这个有十人份吗？